那个三腿女人在这附近，走，像那个像，妖怪一样的湖往那边走，就在这附近，仔细找。手提箱，然后里面能出子弹。再放大点。再撩过。page up，我的 page up 在哪？我再看一下我的设置啊，这个它应该这个 GPS 它应该能调放大缩小。追踪器 M 推脚机，是活动，防止疲劳，防止醉意，意识存档，Hot key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油门倒车，哎，没有啊。你找到子弹了吗？没，应该就离这儿不远。如果这个森林这个图啊，就像它这些资源呀，能够在地图上随机分配的话，那么这款游戏将是绝杀。随机分配，应该不难吧？就是它的刷每个物品的刷新位置都是随机的，就是这种特稀有物品。那这个没有攻略的话，那这游戏将是绝杀了。那叫什么？不可思议的大迷宫。游戏就好玩了。哎，找到，找到，这，在我这。然后再也人就没有人能打这个游戏的速通了。好，4个9毫米子弹，然后这好多好多钱，这都是富翁留下的。哎，在这儿呢，他们听到了咱们的心声。手表。哎，又得了4个9毫米子弹，这一共，3个以后会加快。八个子弹。好，这块这个刷到了，下一步是去那儿。这个怎么说？就是，腰果湖正南方。你带路，你带路。很快就到了，找前面有个野人，躲一下。哎，前头还有野人，看他往哪边走，还伸懒腰。哎呀，春天来了就是好啊！前几集的时候，整个岛都冰封了，那是一片萧瑟。注意寻找，就在这附近。那是一个野人营地。看一下啊，就在这附近，就在这附近。
应该还是那几个帐篷。哎，这，哎，这不是帐篷，这是一块石头。我操！我有啊！电死呀！不，快趁他没反应过来补刀！补刀！好，打得好，打得好。哎，他身上这护甲咱不能拔下来吗？跳到这上呢，来巡视一下。你怎么没有帐篷？这个是怎么放大来着？加号 POP， 这 GPS 怎么放大？又来了！操！斗熊法，踩在石头上斗熊。有声音。那，别看这地方。这目标可太小了。扎营它一般会在平坦的地方吧。再看一眼这个笔记，这个地方，算了，去下一个点吧，也不好找。在前头两条公路中间，就在这附近。我操，猴子，呆逼日猴。看这儿，这有两个长矛戳死了鹿，把这长矛归我了。这竟然有猎鹿，你发现有营地了吗？后一点，这儿都是有电机枪子弹。哎，对，就这还是，看来你找到了。哎，难道在那儿吗？哦，你找的是下一个点。
我这个点还没找到呢，算不着了，我去找你拿去。先别动，你电击枪子弹在哪？9毫米子弹，5个9毫米子弹，4个9毫米子弹 ，C4 还有一个手雷，那这个肥啊！这是一个很早的队员，干枯的就剩一个帽子了。把目标射向那个，嗯，索道枪和铲子吧。索道枪和铲子，啊，那先弄索道枪吧，我差点把我砍死。哎。哦，这是一个隐藏的，很多隐藏的洞咱们都不知道。这都是有什么来着，我查一下啊。这什么位置我都不知道，快乐屋，快乐屋，这来这地方能快乐吗？哎，哎，是挺快乐的啊！快乐屋，哦，我们可以在这儿打印武器了。嗯，确实快乐。哇，这打印武器一下出这么多。《平行宇宙》这本书，这是谁？这是我。打印武器。给我也弄点。碳纤维剑。快乐吧？哎，还有电池，这应该会定期刷。那我先去探索一下别的屋。前头好像有怪，时代周刊。靠，这个前头有个门，需要刷卡才能过，刷门卡。刷门禁卡，来来来，给我快乐点，你都戴上面具了。面具怪不打你了？什么戴面具怪就不打了？有这种好事？还有那油吗？还有那油吗？加点油。有了，850毫升，15。这打出来是个啥？尿盆儿、水锹啊。打啥？不知道，他没让我选打啥。可以选。哦。电脑上可以选。这也是水锹，给我那个水锹。缺油。嘿。没有了，我也没有了。油那么不经用啊。这能打出武器吗？没有。哦，他一下
这个很便宜的价格能出5发弓箭。啊、哦，咱们有弓吗？哦，那是十字弩的箭吧？哎，这个有，太好了。这又打了，才打这么一点，100毫升。那850毫升是我攒了好久的，那没办法了，只能先存个档吧。感觉这是个好，这是个好地方，也是雪橇。走出去吧。怎么了？又没有了？那只能到处找油了。用咱们退的再进，这儿不就有油吗？那试试吧，这应该会给200毫升油。退再进，那打了一半东西不也就没了？你在这儿刷会儿油。对，咱们多退几次。不是你，减了油，然后退了再减油，再退不就完了吗？行，退。哎，哦。果然它不会重置，哎，这就好了，油有油了，但它就一壶油，那东西应该不是雪橇，雪橇不那么费油吧？那些鱼在哪？先吃个生蚝。哎，这好多毛皮小包，得打开它。哦，果然是人皮做的。还带拉链，这是肯定现代人。取裙子。给我取走了，别的东西。好，放了100毫升。400盒。400盒。GPS200盒。拿俩水瓶。哎，水瓶，对，这东西好。那这还有个油，这屋俩油。嗯。哦，对，这还有个油。哎，地上还有箱子。水瓶。我看看那个水敲怎么弄。水敲是亮哪了？没事，就上这屋刷材料。嗯。水壶拿走。嗯。哎，这样水壶，通用水壶。你去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想造的，在那个电脑上。嗯。面具钩爪，科技布料是什么的？雪橇 GPS 外壳，剑。剑需要50毫升，你就弄点剑吧。你有几个电子配件？就是电子板、主板。电子主板有的。没几个。来，给我来一个。三个，我有三个。啊，给我来一个。嗯。哎，你变成老头老白头。你返老还童了。拿那个科技布网啊，电子主板啊，做一个科技甲。哦，会打你。来，先睡个觉，我这个状态已经操蛋了。
老不睡觉，肌肉会下降的，科技布料是吧？科技布料怎么样？效果怎么样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第一次做就是左手腕，第二次做就可能又是右手腕，得做好多才能把身体全都支满。哦。那咱们出去吧。这是个好地方。